Hello， 宝贝们，我现在要去打泪沟了。我瘦了，我现在只有93多。好，到了。因为我今天没有涂防晒，所以我就戴了个口罩。昨天睡觉前用那个粉刺针清了一下脸，今天有一点点红，然后这个痘痘贴了一个痘痘贴。这几天是厦门最热的，历史以来厦门最热的天气，可能是受台风影响吧。浙江那边不是有台风吗？然后希望大家注意安全。小林制药还挺好用的，那个喷的清凉喷雾，我记得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说那个薄荷脑，有一天我去拍片的时候，我带过去，外面特别热，然后喷一下之后全身都凉快。如果你经常去户外的话，备一瓶哦。哎呀，我这个油头两天都没有洗了。还有这个电子烟，我换了一款，之前是柚子的，现在是瑞克的，西瓜味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然后去室内的话，他们也都让抽，所以就比较方便。我觉得我的下嘴唇太薄了，我想要就是亮子一点。当然了，因为你要从你拍照的角度去考虑，如果你想拿厚一点，我是可以给你加厚，加厚是没问题。会不会很痛啊？痛会有点痛。嘴唇会痛一点，但是一下。然后我这个，你说我这个泪沟需要填胶原蛋白还是玻尿酸？因为胶原蛋白它相对会就是它平整度和自然度。哦，现在要来拍一个术前照，泪沟还有嘴唇，快点拍个照笑一下，宝贝们。现在过来清洁一下脸，敷一下表麻就可以了。我怎么觉得躺着要瘦一点？是不是这个肉都往后掉了？我是真的觉得下嘴唇太薄了，这种嘴唇哪里会有想亲的欲望啊？所有赚的钱全部花在自己的脸上。稍微有一点点痛啊。有点疼，有点痛。推药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胀胀的啊。不是，你当时为什么打上面？你下面也红了呀？对，麻药的。他真的，他很敏感，嘴唇是很敏感的。你红了？是的，真的。是有点痛。你有点痛是多痛啊？比麻药还疼吗？打嘴唇？是的，比麻药还疼。比麻药还疼？麻药我都直接眼泪掉下来，痛哭掉，那这怎么办呢？那我如果打到一半坚持不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会对称去给你打。这样，你即使痛苦停下来，嘴巴看起来是对称。现在我就觉得我嘴巴其实还好了，也没那么薄了。会的，嘴上做麻药那天水刷的会肿一点点。怪不得我觉得我变厚了。你觉得给我打的感觉？对啊，那我以后每天起床敷麻药就好了。啊，真的很痛吗？你打的时候就知道。这是我的死皮吗？我现在在想，应该是你的死皮。嘴唇打过之后呢，嘴唇会稍微有点发干。就是如果我嘴唇已经很干了哎。在早期的时候会，所以你要平时身上多带一个润唇膏在身上，觉得干的时候就多去涂一涂，涂到手里面会怎么上上上上上。哇、哦。有点疼啊。行行好了，哎呀，好痛啊！真的很痛啊！哦，我感觉我现在眼泪快掉下来，是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咬到舌头，然后咬到嘴唇那种，非常痛。捏的时候如果没疼，现在明显看到这边稍微厚一点点了。有吗？有啊。你可以拿镜子看。稍微厚一点，对吧？对，我只能接受打这边，这边再打一针了，不能再打了。好，轻轻的，好吗？好的。行啊，王姐一张片子，我一张片子啊，你梳一下行。哦，再整体好一点了啊。你还要再打吗？不能。现在其实这边缺一点一丢丢了，我帮你先捏一下吧，你就只一张片子。好，你尽量不让你错第二针。好，好一点点。好一点了。可以啊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。你看镜子。你看镜子，你先不要管痛的，你效果一定要好。对，疼都瘦了，一定要效果要好。可以啊，如果不行，下次再说吧。反正今天已经极限了，是吗？我再看到，等它消肿，然后吸收之后，我再看一看。不过消肿和这个不会差别特别多的，嗯、因为我麻药什么都没打，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对，可以了，先这样子差不多，不要太夸张了。对，一点一点的，因为你的嘴唇如果特别厚呢，和你上唇有点不搭了。看一下，这是我做过的项目，就是真是一个败家女，败家娘们。
我现在到家啦，然后刚洗了个头，现在也是一颗新头，然后看一下我的泪沟，然后嘴唇的话现在感觉应该已经消肿了吧，但是 0.3 毫升，剩下的0.7都打在鼻基底了，能看到有两个针眼，现在涂了那种精霉素眼膏那种的，可以保护一下这个针眼，然后4到6个小时之内不要碰水，胶原蛋白是可以热敷的，然后玻尿酸是不可以热敷的，而且这一周最好不要有太大的表情，然后嘴唇打完之后可能会比较干吧，需要经常我抿一下，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一点点那种异物感，一个星期之后它就会变柔软一点。今天晚上要去狼人杀，我就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狼人杀了。看一下这个泪沟的前后对比图，还是挺明显的嘛。知道你们肯定要说，哎呀，你本来就蛮好的，为什么要弄了？就别别别，看我干嘛？吴志毅，我问你，有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奶奶走到悬崖边，为什么不走了？她走不动了。不是，她的拐杖碰不到了，所以她不走了。也不是，你好好听题啊。有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奶奶走到悬崖边，为什么不走了？吴志毅长得好像板牙，那个汽车总动员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有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奶奶，她只有一个眼睛瞎了，还有一个眼睛是没瞎的呀。你怎么想到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出租车司机，他根本就没有犯错，也没有闯红灯，也没有超速什么的，为什么警察把他的车拦下来了？因为他没有驾照。错。因为他是犯了。错。因为他带了犯了。错。因为警察要打车回家呀。警察为什么不能打车？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有一辆车，右边坐着小红，后面坐着小明，请问这辆车是谁的？啊？开车的那个人的吗？是我的。是谁的？如果的。啊，如果有一辆车，哦，是如果的。哦。我现在准备睡觉了，已经凌晨快5点钟，去公司狼人杀到了4点多。然后看一下我这个嘴唇，我涂了唇膏，现在看起来是比之前厚了一点点。一支乔雅登0.3打在了嘴唇，剩下都打鼻基底。针眼的话已经完全消掉了，脸上的针眼的话也看不到什么。鼻基底打完之后就显得整个法令纹就是没什么了。Hello， 早上好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去掉我这一颗痘痘，感觉自己变嫩了。真的没有泪沟喽，没有黑眼圈喽。我昨天睡前贴了一个痘痘贴，OK， 已经没那么红了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